各位同学，那么现在呢，我们正式开始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啊。在上节课的课程中呢，我们一起啊学习了一下这个 RESTful API 的一些特点啊。那么我之前呢也说到过了啊，最重要的呢还是我们这节课要讲的这样的一个 RESTful API 的最佳实践啊。好，那么第一个最佳实践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HTTP 动词的最佳实践啊，非常的简单啊，也非常的好理解啊。POST 的是创建，PUT 对应的是更新。然后 get 呢对应的是查询 ，delete 呢是对应的删除啊，这个呢就是对应我们常见的 CURD 这样的四种操作啊。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中，我们不是已经开始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banner 接口了吗？我们那个接口是为了拿什么？拿到什么数据啊？我们那个接口呢是为了啊能够查询到 banner 的相关的一些数据属性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呢，我们选择呢就是 get 这样的一个查询操作啊。好，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啊。如果说你想去添加一个 banner 下面的 item， 你应该选择什么呢？你应该选择 post 啊。那么同理呢，更新的时候呢选择 put， 然后删除一条的时候呢选择 delete。好，那么关于 HTTP 动词的话呢，它还有一些特性啊，比如说像这个密等性以及这个资源安全性啊，这两个东西呢就不给大家在这里继续扩展的讲了啊。主要是因为啊，这两个东西呢对我们开发和写代码呢影响不大啊。而且呢，这两个东西如果要讲起来的话呢，那这个时间就花得很长了。但是呢，啊，如果说你对这个 Rust 的设计有很高的要求的话呢，我建议大家下去之后可以自己查一下资料啊。关键呢，还是要非常熟练的记住啊，这四种操作所对应的 HTTP 动词啊。好，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啊。这里我们建议啊，对于每一个 HTTP 请求的响应结果呢，都要啊指明一个状态码。这里我们要特别说明啊，实际上来说，这个状态码呢，其实你不去做任何的操作啊，每一个 HTTP 请求它都会自动携带一个状态码啊。比如说呢，如果啊，你对于一个 GET 操作啊，如果你不做特别的设置的话呢，这个状态码呢会被设置为200。而如果对于一个 POST 的操作啊，如果你不特别指明的话呢，应该来说的话呢，会设置成这个201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一般来说的话呢，是框架来帮你设定的。那么我们这里啊，特别的把状态码给拿出来，然后呢来说这样的一个事情是为什么呢？我们期望啊这个状态码的意义呢是要非常明确的。比如说啊，我们拿这个401和403来举个例子啊，这个401和403呢，如果你不做特别的设置的话呢，它通常来说呢是不会返回的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想要它表示一种具体的意义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手动的来设置一下这两个状态码。我们呢现在对这些常用的状态码呢做一个解释啊。好，那么第一个404啊，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啊。在网站开发里呢，404表示你当前请求的页面没有找到。而在我们的 RESTful API 里呢，404表示的是资源没有找到。第二个400啊，400表示的是参数错误啊。比如说我们在做我们验证层的时候啊，我们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参数校验不通过，那么我们呢需要返回这个400的状态码。那么200啊，200指的是啊一个查询操作 get 请求执行成功了。那么接着呢是201啊 ,201 呢表示的是一个 post 创建资源成功了。那么202呢一般来说呢指的是这个 put 更新成功了。关于这个202呢，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啊，在 HTTP 请求这个本身的状态码解释里面呢 ,202 表示的是啊请求已经发送，但是服务器暂时没有处理这样的一个意义啊。所以说呢，有些 API 呢，它是把这个202作为 put 更新成功的一个状态码，比如说像豆瓣 API， 它就是这么做的。但是有些 API 呢，它会把这个 post 和 put 更新成功这样的一个状态码呢，都设置成这个201啊。这个呢是我们要特别说明的。关于这一点呢，你就要自己看了，因为像这样的一些东西呢，它并没有一个很标准的规范啊。所以说呢，你把 put 更新啊设置成201，或者是设置成202都可以啊。好，那么下面一个401啊，401啊指的是啊未授权。比如说啊，你尝试去访问一个你没有权限去访问的这样的一个接口的话呢，通常来说服务器就明确的返回给你一个401，告诉你啊这个接口你是没有访问权限的。好，那么下面一个403啊，403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啊当前的这个资源呢是被禁止的。有可能啊你是有这样的一个权限去访问这个资源的，但是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呢，我不让你访问这个现在的这个接口或者是资源，那么此时呢我们就把这个状态码呢设置成403啊。
好，那么关于403啊，还有一层意义啊，这个呢，我要重点的说一下啊，因为我看见很多同学呢写这个服务器代码的时候都没有注意这一点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我是一个 A 用户，那么还有一个 B 用户，由于我们呢都是你 API 下面的用户，所以说如果在我去做这个身份认证的时候，我传入我自己的账号和密码，我肯定能够认证通过，对不对？因为呢，我使用的是我自己的账号密码。那么，假如啊，我此时呢要去调用一个接口，这个接口呢有一个参数是这样的啊，它需要我指明这个接口需要操作哪个用户的数据。那么此时呢就有一个情况啊，我用我自己的身份，然后但是我传递过来的 ID 号是其他用户的 ID 号，比如说是 B 用户的 ID 号。那么如果你不去做判断的话，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会出现啊，A 用户操作了 B 用户的数据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回想一下，你自己在开发 API 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好，那么当遇到这种啊 A 用户想去操作 B 用户数据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如果你的 API 呢检测出来了这种行为，那么呢建议呢你的返回码就应该设置成403。那么500啊，最后一个500呢，通常来说啊，它表示的是服务器的未知错误。怎么理解这个未知错误啊？我的一个实践的经验来看啊，500错误主要是可以产生于两个方面啊。第一个啊，是我确实是不知道我的代码哪里写的有问题，然后突然有一个未知的 bug。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由于我不知道错误原因，所以说呢，我没有办法返回具体的状态码。那么此时呢，就把它设置成500。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也可以设置成500啊，就是呢。我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是为什么出错了，但是呢，这个呢是由于呢是我服务器的原因，和你客户端没有关系。我并不想让你客户端知道我的服务器到底有什么问题。那么此时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状态码设置成500。好，那么以上呢是我们常见也常用的一些状态码，还有一些状态码，比如说像405啊、417啊等等啊，这些呢用的比较少，但是也可能会用到。用到的时候我们再说吧。那么下面是这个错误码，错误码这个很好理解啊，它就是一个具体错误的一个编号。如果有开发过微信的同学呢，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啊，微信经常会返回给你一个四开头的一个错误码，然后你拿着这个错误码呢，去微信的官方文档里面去看它的具体的一个错误原因啊，这个呢就是错误码的一个意义啊，它是对错误的一个标识。好，那么最后一个统一描述错误啊，这个大家注意听一下啊，因为我们马上要来编写我们这个产品的全局异常处理层了。那么啊，当客户端他请求的数据呢发生了一个错误行为的时候呢，你需要啊具体的告诉客户端这个错误的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呢，我们呢用以下三个东西来定义啊，第一个呢是错误码，这个我们刚刚说到了；第二个呢是错误的一个文字描述啊。但是这个文字描述呢，可能啊，我们直接返回回去的呢，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描述。那么用户通常来说的话呢，是可以啊，拿着你的这个错误码，再去你具体的错误文档里面查看错误的详细信息。所以说这里我们强调啊，这个错误信息呢，只是一个概要信息。最后呢，这样的一个是当前的 URL，什么意思呢？就是啊，你要标识出这个错误它是访问哪个接口产生的。当然呢，我这里列举的这样的三个信息啊，并不是一个什么标准啊。实际上来说的话呢，这个呢也没有标准。比如说，你还想在这三个描述错误的信息后面添加更多的你自定义的一些错误属性，可不可以？可以啊，没有问题啊。通常情况下来说的话呢，这三个呢就足够了。那么关于统一描述错误的这个具体应用呢，这个呢我们马上啊就会在我们的代码里面体现出来了。大家呢，先把这三个啊属性给记住啊，错误码、错误信息和当前产生错误的 URL 啊。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下面一个啊，在我们的 RESTful API 里面啊，我们提倡啊使用 Token 令牌来做这样的一个用户的授权和身份的验证啊。这个呢，就是和我们传统网站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啊。我们很多时候在网站里面呢，我们习惯于用这个 Cookie 和 Setting 来传递和保存用户的身份信息啊。但是呢，在 API 里面呢，我们呢是需要使用这个 Token 令牌的。Cookie 和 Token 呢，它们本质上来讲啊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但是呢，在实现的机制上面是有一些区别的。因为 Cookie 很多时候呢是浏览器的一个行为啊，你每一次访问的时候呢，浏览器会自动的携带这个 Cookie。而 Token 的实现机制呢和 Cookie 差不多，但是这个 Token 更多的时候呢是由我们自己来存储和管理的。所以说呢，我个人认为啊，Token 要更加灵活一些。
这个 talking 令牌呢，是我们整个课程的一个重点啊。我们会详细的去讲解 talking 令牌的实现机制以及它的应用。好，那么下面一个呢是版本控制啊，API 这个呢一定要有版本号啊。我们后面呢会讲到这样的一个如何在 TP5 里面啊，很好来实现对版本控制的一个支持啊。这个呢，我们之前呢实际上已经写了，就是 control 呢上面多了一个 V1 这个目录，对不对？这个呢就是为版本控制准备的。好，那么最后一个啊，就是测试与生产环境分开啊，不仅仅啊是部署两个不同的站点啊，更重要的是呢，我觉得啊，应该呢把这两个站点呢用不同的域名来表示啊。开发板呢就前面加一个 dev.api，然后呢，如果是生产环境的话呢，这个 API 点叉叉叉 .com 呢是 API 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域名模式啊。当然呢，你可以不叫 API 点叉叉叉，你可以叫 APP，什么都可以啊。只不过通用上面来讲的话呢，以 API 开头这个二级域名呢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做法。好，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啊，下一个就是我之前也提到过了啊，REST API 的 UI 啊设计一定要语义是明确的啊。那么它一个最直接的好处啊，最好呢就是让你的开发者呢能够望文知义啊，就是呢我看到了你的这个 URL，我基本上来说的话呢，不能说我知道怎么调用，但是呢我至少可以知道你的这个 URL 是干什么的啊，这个呢就是 URL 设计规范里面的一点啊。好，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呢是非常重要的啊，特别呢是对于一些中大型的团队来讲啊，一定要有一个标准的文档啊。那么以上呢就是 REST for API 一些公认的最佳实践的方式和行为啊。那么这里啊，我们要强调的啊，这个呢最佳实践呢只是其他人或者是说绝大多数人他们的对于 REST for API 的一个理解啊。你可以啊遵守或者是按照他的这个标准来。那么呢，你有一些你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说呢，你有一些做法呢更加符合你现在的业务，那么呢，你也可以啊去对以上的一些最佳实践的一些项目呢去做一些自定义的修改啊，这个呢都是可以的啊。它并不是一个标准，也没有人强制所有人都要这么做啊。关键还是在于啊你怎么理解这些东西。好，那么同学们，本节课的内容呢我们先讲到这里啊，我们下节课再见。